anybody, anybody, everybody, scream! There's squirrels in my pants. That girl's got some serious squirrels in her pants. There's squirrels in my pants. Tell me what's making you jump like that? Yes, I am. 今天这个单元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有美女，你穿的人模人样，我把它当作来相亲的，蛮潮的。今天五位，你选一位，你会哪一位？哇，哎，其实五位我都可以。你怎么汗流那么多啊？对，满头大汗，出汗只能选一个啦。你们要注意哦，这种盗汗的就肾虚。其实五位都可以，身体比较好。认真要选的话，好，来来，手在干嘛？手在干嘛？我手认真选哦，我可能会选慈妹。因为我又是年轻，因为我前一阵子跟她去出那个玩很大的外景，有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她落落大方，对，她个性很好，钟哥也很照顾，对，非常照顾我。Kid 直接说了，如果她没结婚的话，没结婚，你在紧张什么？不用紧，慢慢想嘛。结婚了，他会考虑一下慈妹，慈妹哦，对对，感觉就好像这个贤妻良母，也做一点饭，怎么帮你洗衣服？哎，对，我不会煮饭，对啊，不会煮饭怎么办？女人不会煮饭才值钱呢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我妈都吃外面，跟我说，女生哦，就是不要学会煮饭，你哪是高资本哦，你机器人 all you key。哎呦，妈妈讲的很严重，这新的观念就对了。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。嗯嗯，是王力宏。一亮，歌名叫做《改变自己》，写错了。改变自己，改变决定，改变世界，是第二句。我们的梦做的比较大，我们的梦做比较大，对啊。哦，你们的 view 比较高，想改变整个世界啦，世界观。对啊，那你要知道。人就像蜗牛看的世界就是一粒沙，我眼前我一步一步这样，对不对？老鹰看的世界就是整个海平面的那一边。人呢，那制高点不一样，你的 view 也就不一样，视野。所以要有宏观。宏观。你几位美女，你们也不要说旁边都是啊丑的，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觉得，你这样觉得走下去啦。但是你要看，你要选绩优股哦，对不对？像仙哥这种绩优股，现在当然是难找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你已经你不是绩优股，你已经很好了，股王了，你是股王了，准备下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就代表男人你要找怎么样？有负责任的，是不是？我会，我们有肩膀，我们都会，我们会负责任。我答应你，我会负责任。你们这还不负责任？责任感，肩膀。哎，小聪哥，承诺一下，承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怎么负责呢？你想怎么样吗？我告诉慈妹，如果她这样问你，好，慈妹你到这边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就问她，一个男人如果连这副出不了，那你这个可以把它废掉。来，好，好，一边，我要问，好，手来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我要做爸爸，迟疑了。对，你要做爸爸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为什么迟疑了？我没有迟疑啊，是迟疑。那你？因为他怀疑是我的。你那瞬间表情哦，表情管理要错，这样就失稳。我怀念你啊，真的，应该是这样开心。应该那个等于0.1秒喜悦，决定权那个 moment， 对对，你先喜悦一下，先不要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100遍，哇，每一次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，真少一点。哎，难得找张立东的也不容易吧？对啊，张立东刚好。知道谁唱的吗？有吗？哎呦，下一位厉害哦！好，时间到，现在写来不及了啦。亮答案一二，这好熟哦，好熟啊！三。完全不知道什么歌，哎，西大调有这首歌，张韶涵，西大调正确解答，西
大调，一起来演唱，会唱吗？慈妹会，来。姊妹，乔聪哥，我刚有一个感受，什么感受？刚看到你们是六分最高分，然后姊妹猜，哇，好棒啊！哦，有谱有谱有谱，你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在你身后的人，这个有戏。女人的外貌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久啦，对，不要可以维持多久？像那个王晴漂亮，对，你不用五年，没有她可以。抱歉抱歉，他要走心了，他要走心了，形容错，这比喻不对，五年他就变一个熟女了，请看了，而且他分数现在最低，他心情很不好，又找到两分，他一分，又拿他来举例，又跟阿武一组，他是有一分呢，对呀对呀，哎，慈妹是个好女生，对，而且她喜欢 outdoor， OK 啊，然后爬山什么的，他是有记得要卷舌哦，然后 outdoor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够喝就行，这带回家爸爸妈妈都喜欢。对，而且这女孩是乖乖的，然后也很有面子。我吗？我 OK 吗？很好啊。你为什么又投降？你什么都会想？你表情跟你好一点。不是，我已经有被害妄想症，常常会主动对我好感的，都后来发觉其实他们都另有也有目的，有所图啊，图你的钱。感觉上很真诚，姊妹没有，很真诚，她真心真的没有男朋友啊，真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她没有固定的。乱讲话，姊妹有男朋友对不对？你说呢？哦，哎呦，套路啊，这回套路是最高，这个就高级了。懂完懂完，有没有看到那个？三卓布拉克是那漂亮的女生，有没有？她以前拍的老的电影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哎，她那个电影叫做《新郎不是我》。哦，有没有？就一个哇，每天要换女朋友的人，然后最后竟然爱上她了。但三卓布拉克要去嫁人了，她苏格兰的时候遇到一个苏格兰穿那个裙子的男生，家里很有钱，然后好吧，嫁给他吧。就这样订婚戒指一戴。哇！结果呢？这个男的等到他嫁人的时候才发觉，天哪，真的，原来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他。通常都是这样，对，所以新郎不是我，那他只能怎么办？唱哪首歌？假装说他要当伴郎，然后就去当伴，然后去搞破坏。有用这一招，到最后那个男的知难而退，跑回去苏格兰了，然后婚礼当中没有新郎。跟新郎最接近的就叫做伴郎，哎呦，趁虚而入，哇，丢不丢？这也是厉害的一招，当天晚上就性感睡衣了嘛，这么快？而且三卓布拉克他不能当皮条客，为什么？因为三卓布拉克他有他的坚持，没生意，没生意。明白明白，陈妹这笑话有感觉有加分吗？我觉得很好笑，有中有中，有中。